14岁许奈瑞减龄教训，你看有减龄成功吗？豆豆，豆豆过来，你怕吗？过来。许奈瑞真的就是很梗啊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办。眼睛看不到哦，他主要说他有点老年痴呆的。14岁，老姐姐。你这个老 baby 一动都不动的，很乖哦，除了拔耳毛和剪指甲，又不痛，你留着听呢。嗯，这个皮筒短一点。哎，别动哦，很危险的。这个好用吗？哪个？这些真的跟人一样哈、哦，皮肤都垂下来了哈、哦。啊，一松手，等下就掉到桌子下面去。年龄那么大了吗？嗯。那就是恶火了，摔到脑壳就恶火。是母乳长大的小狗，身体都特棒，肩膀一点点好啊，毕竟是老狗。对，很毛还是很毛的，该站上去。其实我想快点给它剪完，但是没办法，得一刀一刀一刀去剪。吃米饭你就服我是吧？习惯，嘿嘿，那条路就站不过了。老 baby， 剪剪头。先把长度剪短了 ，OK， 看一下哈，我们剪个精神一点的，阿克西的精神小伙。我感觉他好像有点倒睫还是怎么样？眨了眼睛吧。嗯，因为刚刚洗澡的时候。他没有睫毛是吗？是不是你没感觉他的睫毛赶过去一缕一缕的就？哎，张嘴了。哎，他在尿尿还是在拉屎啊？嗯，你在干什么啊？坐着怎么像拉屎一样啊？你没看他眼睛真的没我的指甲盖大，还眼神无光的老 baby。 这像个大屁虫一样，看是不是？哎，他这样子就一个眼睛。14岁了嘛，我会一直等，等故事发生，长留一盏灯陪我到夜深，就需要这份微弱的光亮支撑我去推开新的。